我上任15日，今日是第三次出席和創科主題有關的活動，我是非常重視，我是非常重視香港的創科發展，因此會身體力行支持創科。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發表的重要講話裏面提到，香港創新科技產業迅速興起，主席親自考察了香港科學園，指出國家已經將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納入了"十四五"規劃，對香港有很高的期望。香港的創科發展等等，得到中央的明確支持和肯定，我們必須把握好時代發展的大勢，積極和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我會帶領特區政府全力全速地推動香港創科的發展，推進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鏈的結合和優勢互補，建設更蓬勃的創科生態圈，加快智慧城市發展，好好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，將香港構建成為國際創科中心。